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QTR 聖戦。静か論。七海八極拳。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太棒啦，又来到了这个按导站就导航系列，好不好？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这个2020年的奥兰德 Mitsubishi Outlander， 这一台车是我去这个拍卖场拍下来的，当初应该是一个四乘车啦，好，2020年跑300多公里而已。尊爵七人座 2359cc， 其实他从14年开始做嘛，做到现在也快八年了，这么久了。对啊，2014就开始是这样子啦。他也没有什么叫小改款，他没有什么改款过，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些改一些东西啊，改一些配备啊，加一些东西啊，然后这样沿路就这样慢慢改到现在。这个就是一种且战且走的概念。这个三菱汽车就是这样嘛。2359cc 这引擎我记得已经用很久，然后就是做一些调教，然后配备是增加，然后慢慢这样。一路也撑到现在了，好，我再来看看他这个2022年到时候要搞什么。来看一下他的外形哦，他这个贴在这边有没有很像什么？那个路虎，路华对不对 ？Land Rover 有没有？上次这个放在我们店里面，远远的一个客人的老婆啊，然后你看他们有路华，有说没有，好，小粉红路华玻璃心，不是那个路华，我说不是哦，那是三菱的，好啦，看错了，所以你看了他在这边打上这个字，真的有那种效果，所以为什么会有名人效应，对不对？每个人穿着陈冠希的鞋子出去，就以为人家误认他是陈冠希吗？不会。啊，看一下这个两边哦，它用了很大面积的那个镀铬，你知道吗？它的镀铬的总面积，我觉得应该在比起其他同级车来讲啊，是最大的。如果你用面积来算的话，你看这边有一个这种，这什么型？波字型，不会做车评。飞镖型，回力镖型，回力镖型，哎呦，有哦，有在注意哦，有在听，有在看哦，哦，回力镖型哦，两边，然后这个大面积的钢琴烤漆，哦，真的面积很大哦，然后在这边又两条镀铬，三菱其实它的 Mark 本身的镀铬范围也很大的，好，然后当然它也是因为它是这个类似这种 SUV 的车款嘛，所以它一样防刮材质是环绕着整个车身，然后还有这个前下巴有这个银色的烤漆做点缀，然后它用的是。这个225/55/18双色切削式铝圈，好，刚刚讲的防刮材质在侧面也一样，中间拉了一道线烤漆来做点缀，有车侧盲点系统，哦，还有这个 LED 的后照镜的一个光条指示，防刮材质加银色烤漆，电动后尾门。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快点把这个打开齁，因为我很想要看看它的后车厢空间，因为它的后车厢空间堪称是同级车里面最大的，在青岛的状态啊，它可以到610几公升，加上它中间这排椅子往前移倒下的话，总容积好像1600多吧，因为它有七人座关系，这边有座杯架跟这个置物盒，打开里面就是一个齁，刚刚就是个在后面吵啦，一直滑来滑去，对哦，刚开上路就乒乒乒乒乒乒，等一下把它拿出来吃，胎压哥是最讨厌胎压没量嘛，我是警示牌哥，很讨厌听到警示牌在后面甩来甩去。我每次我们在看车，我是每次都念警示牌，也不用一个固定好一点的东西把它收好啊，不要，人家开车体验真的是蛮差的。然后后座椅子把它拉起来，那这椅子可以再调，它可以再调这样子，大概5度左右而已。好，这样子好，我要去试一下他后座。这台车我们倒头看，因为我真的对他的七人座非常的有兴趣。我会买这台车，绝对是因为他的七人座。你看，像刚刚我讲啊，你要增加行李箱容积，你就这样。其实他的滑轨座很长哦，你看，哇，他前后移至少有大概25到30公分。对啊，蛮宽的。对，他的距离很长，他可以前后移的幅度非常的长。然后再来一个，他的第二排的座椅啊。也是一样，是可以更躺的，这样是最躺。那我先紧绷这样子好了，我先坐正了一个拳头，好，这边也大概一个拳头。后面一样哦，有两个独立的出风口，然后可以一起关一起开。但很奇怪，妈，你有动，你为什么不给我充电？110万呢，点烟器 USB 都没有啊。那我要去坐第三排了。可是哦，你看它的开度太小了，所以你这边因为你是会上车的嘛，你要去后面，你这个开度坐那么小，然后你看哦，上车剩这样的位置，还是那边会更好上。我们去那边看看，好，我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哈，干一样啊，就这样啊，就紧绷了，还是后座如果再往前呢？前座啊，前座再往前呢？妈的，我第三排要上个车，要牵动到一二排，
没有，最底也是最底，所以就是这样。而且它的开度真的很小。然后这个上车，好，我要上车了啦，不要谁谁谁，你看，我这能上来，有没有？好，踩上去哦。哦，这，啊，怎么推回来？这样，不是吧？应该不是这样吧？哎、欸，那我怎么把它拉回去？你前面要帮我搬下面的杆子啊。哎、欸，不能再来了，干！啊，不行啊，不行啊！你看我的角度呈现一个很不自然的状况，有没有？然后这边也没有头枕啊。哦哟，它可以伸吗？哦，可以耶！哇、哦，好长哦！不行啊，这一扣我就扣到这个，一个弹跳我就撞到了。不是啊，那很痛苦啊！你看，那做瑜伽，你以前我们看过那个有没有软骨弓塞到 on 里面去那种？看了、啊、有那种感觉呢。这不行啊，看着啊，而且这个再倒下来我就夹死。啊，前座现在可以坐人吗？可是你现在第一个位置多大？第一个位置就可以坐人吗？可以吧？可以啊，刚好顶到。那第二个位置哎？第二位置可以在前面一点吗？释放一些空间给我。第二个位置算大，可以在前面一点。好，好，你这样去刚刚好。嗯，好，那、啊、换我。第三个，哦，有，这样好一点了，哦，这样站得好一点。所以就是说哈、哦，我跟你讲啦，如果以成人来讲，不要讲小朋友哈、哦，如果成人要坐满有没有？可能第一个他就是坐得刚刚好、嗯，让你不觉得很急促，也不会有让你有余裕的空间。然后第二个也是要调到刚刚好。然后第三个才会觉得还 OK 可以接受。好了，这个空间看完了，给大家参考一下。不过这个后车厢空间就没有了，带你去拍一下后车厢，剩下一点点而已，大概只能放一些小背包而已吧。哦，但是我这样很难出去。你很难出去哦。哦，脚被卡住。对啊。哇，看这嘛不盖理想呢。哦，哎，不是，我刚不太想要踩这里，因为怕把这里踩坏踩脏嘛。可是踩这里也很奇怪，对不对？啊，踩这边侧裙被你踹下来，对，就掉了。没有踏板啊，它完全没有踏板设计，所以你就自己想办法。你看一下后车厢剩多少？后车厢，干你用什么怀疑的口气？那个两串卫生纸，两串卫生纸。好，这个不知道什么色，古铜色的皮，这个皮还蛮软的哦。好，然后这里有拉这个斜线，好，把它，嗯。其实我觉得有拉这个线啊，有时候第一个你那个线的纹理跟你的线的颜色，其实很容易让你觉得很老气，像它这个看起来就很老气。再来它很有诚意，它这边做了法丝纹，可是这法丝纹做了亮面的烤漆，所以质感上面也不是很理想。没有，见仁见智啊，我是觉得雾面比较有质感，亮面有时候会稍显廉价感去。好，我举例 iPhone，它后面是都做雾面的，它如果跟你做这个蓝色的，给你做那个亮面的蓝色烤漆，质感就不见了，所以有一点类似这种感觉啦。再来一个，你这边可以看到哈、哦，它这边有一个 FCM 自动刹车预警系统嘛，车道偏移辅助，它会哔哔叫，好、哦，不会拉方向盘。来，里程369 km， 看一下，然后这全部都塑胶的，哦，假的车缝件，然后中间也是大量的钢琴烤漆。跟这个廉价法丝纹，这个真的是蛮有点像我们外面给人家喷 的，对，贴或喷的那种感觉。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这个是 Panasonic 的主机啊，很奇怪、哦，它这里直接镭射在这上面，镭射在框框上。好、哦，它、啊、导航有吗？欸，之前不是吵很凶，说那个马自达的很多业务都给人家盗版图资，就是图资都要钱嘛，买要选配嘛，那很多业务就啊我送你，你不用选，啊觉得盗版，你知道吗？习惯这样，啊你盗版没办法更新啊，有的业务讲说没关系，你来我帮你更新这样，个人行为好不好？只是我在讲一个新闻事件而已，不代表任何立场。好，再来继续，欸，这样有 HDMI， 所以是不是你的手机可以用 HDMI 连上来？怎么会是 HDMI？ 还是插 box 可以插这里？你笑什么？所以它不是 Apple CarPlay， 它是 HDMI Play， 硬要加个 Play。双区恒温空调系统，然后这边你看有一大堆预备的按键，不知道什么被拔掉了，不晓得。然后这边有个连接器，这边有一个 USB， 然后再按的会怎样？哦，按的应该是可以关掉后车厢的电动的吧？然后这边有这个电子手刹车跟 Auto Hold， 哎、欸，这怎么会做成古铜色的？而且它是古铜色，有点金金的，就有点反光反光。可是它这里有字 ，Outlander。好了，他喜欢就好。要不然怎么办？我只能这样讲啊。那椅子下面这包是什么？阿丹，你猜什么？那个急救包。补胎剂吧。补胎剂没有放后面。对啊，补胎剂跟打气机啊。
我刚刚在拍的时候，我就看到后这个椅子下面放一包啊，你拍，你边拍边把它放回去。正常是要放这里的吗？是啦，它有粘着不是吗？它下面没魔鬼粘吗？哦，有哎、欸。对啊，它有魔鬼粘粘着啊，放在驾驶副驾驶座椅子下面啊。哎呦，不错哦，你看到、哦，它连这个后窗都有 one touch， 四个窗户都是 one touch， 丝滑了。QTR 聖戦静か論七海八極拳走嘞，口罩拿下，我们看看是不是都那个新车味，还是妈的没闻过新车味道。我家也是有买过新车的啊，那时候你才几岁而已。哎，对，我家也是奥兰德呢。你那时候你才几岁而已？零八年几岁？所以我跟你讲，你要孝顺一点啊，跟爸爸讲说我帮你换新的奥兰德。哎，七人座呢，对不对？以后阿呆多生两个也 OK 呢，不要，不错吧？我想，很想要去试看看他的跟车系统。三菱的跟车没试过。对啊，我没试过三菱的跟车，很奇怪哦。你看他没有手自排，应该是六速 CVT 吧？哦，他没有，他是无段的，他没有那个，他没有模拟，对，他没有模拟的，所以他没有方向盘快播，也没有那个手自排换挡。你不能自己换挡，你全部都要靠它。168匹马力，22.4公斤米的扭力，前轮驱动，前麦花臣，后多连杆。其实我觉得看这种给狂啊，因为这个是这个万年不变老引擎，应该跟你家那个引擎同，应该是同一颗。对，调教过而已。中华汽车很可怜，旧东西也一直在那个，那就跟那个小吃部啊，还是阿公店的上班的一样，没有钱预算请年轻的，所以这老的一直拉皮。啊笑起来说哇，阿姨你在笑起来有酒窝都没有，我肚脐，看人家一路拉已经拉到这里来，看人家在这里，哎呀，哎，这样会黄标吧？不行吧？这不行吧？可不可以逼把那个两个字逼掉？为什么我想要了解这台车？第一个，我还没有试过米字必须的那个跟车。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我还没有试过这款奥兰德，而且还有七人座，我觉得哎，这个产品力就不错了。它的同级的对手上面涂上 RAV4、CRV， 然后 S Trail， 没有一个能打的。我说七人座的部分，好，我先与其不论有的配备好有的不好，唯一一个有七人座好像赚到，就是我偶尔突然一时熊熊忽然干。我看接着起来了哈，真的要全家人要去吃饭，人数超过五个人，椅子弄起来多塞两个，断到的感觉哦，就跟这个你在夜店认识一个女生，哇，好不容易跟她约出去温存了，哇，从上面亲亲亲亲亲，裤子一脱掉，哎，多了一根，有没有赚到的感觉？就是赚到，你赚到了，一定是赚到的，好不好？多了一根，价格不变呢，啊，所以这个感觉就有那种还不错啦。我觉得这个七人座，而且现在哈，真正台湾的一些正统的日系的 MPV 七人座车款啊，贵到扣八。Gravia、奥德赛真的很贵，贵到妈我是吞不下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真的很少有奥德赛，因为它真的好贵哦，那新车才卖170几的样子，二手车还要卖到110、120，而且都是三年车、五年车这样，还要卖到过百，哪有 CP 值可言。好，我要来试跟车，它怎么慢？哎呀，好，我设110，反应有点慢呢，那个车都走很久了呢，它现在开始加速呢，现在加速是算慢的。加速很慢，我刚踩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那个在加速的力道不是很好。哎呦，你会不会刹车啊？哦，前面有一台，哦，踩了，我刚才踩得好急哦。正常刚刚的那个距离，如果是我自己开，我应该踩的。然后它一直到那种觉得快撞上去，我想要介入之前，它才踩下去。我觉得反应感觉有一点点慢，我觉得它的刹车是偏急的啦。我目前开起来，我觉得后面的轮噪声传到前面的声音很大，然后风切声我觉得隔音很不错，这边不太听到有风的声音，还是因为轮噪声太大，太过去了。对啊，哎，对，我要试车道偏移，对不对？好，我右边没车，我来往右边看看。哦，没有拉，这个叫，它就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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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示说你偏掉了这样。那跟车的测试的结果，我觉得刹车的反应偏慢了点，然后油门。比如说前面的车快速驶离，对不对？你是不是要追上去？的那个反应时间也稍慢了一点。如果会来选这个自然进气的引擎，2400cc 哦，它的优势在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Outlander 一直是一台 CP 值还蛮高的车子，因为它一直都维持着 2359cc 的这个排气量等级，这个是在台湾最受欢迎的一个级距，跟1700多 cc 一样。因为台湾的这个 2.0 的这个级距刚好是在1801到2399、哦、所以它刚好在这个符合 2.0 级距里面的最高点，所以呢会让人家觉得买了一个很大的排气量，可是却缴了 2.0 的税金的那种赚到的感觉。那当然你如果买到一些途上那一种啊， CRV 那种 1.5T 1.6T 那一种，人家就比你更低一阶，然后马力就比你大了。虽然现在大家都改成这个低排气量涡轮的车子，但我觉得这个车还是有它的卖点在。你如果像我这种比较老屁股的话，我今天如果有一天我沦落到要买这个休旅车七人座，用沦落会不会被出征？就有一天啊，哈，我的生活习惯是真的，哎，我老婆小孩出去要买一个七人座，我其实我会把 Outlander 放在我的名单里面。神奇了吧，阿仔，你是不是猜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操作？对啊，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构造很简单，因为它第一个它的引擎已经用了超多年，所以我觉得它的稳定度、妥善率、维修的方便性跟维修的价格来讲的话，我觉得相对比较起其他的涡轮车是来的比较有利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讲的多出来那两个位置，会有一种以备不时之需的感觉。我觉得那两个位置最棒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全家要去附近没有很远的地方吃饭的时候，真的长大以后会发生一个问题哦。哦，你如果类似三代同堂那种，真的会发生这个问题。哎，今天全家说到外面餐厅吃一下好了，一台车坐不下，开两台又太多，或者是有人开车有骑摩托车，哦，所以你又多这两个位置，有时候就这么巧妙在那个时间那个 moment， 哎，有用，赚到。欸，我觉得底盘的设计比想象中的舒服，欸，调性是偏软调性，所以呢我们的道路上有坑洞的时候啊，其实它的弹跳幅度是很小的。它这个车会让我有点期待，等一下上山一定应该是会蛮软的。我再试一下，我想要上山试一下。不过我觉得这个在地面舒服的，这真的不愧是一台家庭用的一个休旅车。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弹跳啊，你车上的乘客可以很好的休息。欸，它打到 DS 会怎样？ Support 吗？哦，有欸，哎呦欸，转速变高了，然后它像哦，声音很大声欸， CVT 的声音出现了，CVT 的牛叫声出现了，有没有？可以没听一下牛？来，观众朋友说 ASMR 一下，听一下牛的声音。有点牛叫声，欸，但是我打回这个低档啊，牛就不见了。我现在打回低档，有啦，才深一点还是有才深一点。欸，可是我如果开这台车，我可能都会打到 DS， 因为它的低档真的没力，光你坐在乘客座，你就会听到什么声音叫很大声，可是你觉得速度好像没有在动，没有很快，对不对？嗯。但是好险，那后来哦，三菱还有弄到那个进口的日食 Cross。1.5T 的那个东西，还有那个新东西，要不然我怕你妈的三菱真的要出局。旧东西一直在卖，人家 S-Trail 也是啊，旧东西一直在卖 ，RAV4 也是啊，有啦，人家那个后面还有油电啊，哎，这个也有油电，什么 PHEV 是不是？听说那一台卖快200万呢，哎，变速箱的逻辑有点奇怪。刚刚我看快变灯了嘛，我想要仲裁了，他没有加速，他反而给我升档。他刚刚没有冲出去，因为我想要过嘛。我很远之前我就预测到应该要变灯了，所以我油门有把它加下去，可是他竟然没有冲，他竟然把我升档了，就以至于说我加速的速度加速度不够，所以我知道紧急刹车等这个红灯。应该说他的逻辑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想象以我之前开过那么多车，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我把油门踩下去之后，我是没有踩到最底的。我大概踩一半吧，它不是退档冲，它是升档，所以我就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这还蛮神奇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在其他车上面我没有遇过这种逻辑，还是它特别聪明，因为我踩一半的，你要知道。这样子吗？那我不晓得啊，妈的，这个很神奇耶，它这在车上不太会行哦。好，上山，我现在哦踩三分之一。然后他有一点不太想爬，所以我只好再踩重。哎，不行呢，这变速箱不行，我刚踩到底了呢。没有在动呢。你看，
有没有？然后一下子就升档了。对，它是升档。这爬山这样不行，我加 TS 了。踩起来呢，它的确，它好像会让你是降一个档位在行驶的状态。你看它一直维持在3000转左右，随之而来的就是 CVT， 就是引擎超大声。啊，但你在旁边听这个引擎，会觉得好像很辛苦吗？我只是觉得它很没力而已啊。因为它真的叫很大声，可是速度换算起来真的还好。欸，不过意外底盘做的还不错哦。以修旅车来讲，它是 OK 的呢。它在平地的时候，让我觉得应该是会让乘客乘坐的很舒服的一个底盘，因为一些细小的一些坑洞啊，它都有办法吸收，而且在车上你不会感受到太大的弹跳跟起伏。但是呢，到了这个山路的这些弯里面啊，我不觉得它的支撑性是不够的。以这个车身比较高的 SUV 来讲的话，它的减震筒的支撑性是 OK 的哦。这支撑性意外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而且我刚刚在弯中遇到弹跳，它还是很稳定的完成这个过弯的任务，它并不会因为在过弯中遇到坑洞的弹跳而造成偏滑，什么都没有，还蛮稳的。侧倾也没有严重。对啊，侧倾也不严重啊，神奇了、哦，我以为它会侧倾严重说，而且没什么不安全感。没有哦。对啊，蛮稳的一台车。我干娘，你是不是因为你家是奥兰德，所以你说它好滑？我没有，我家那台很烂很烂。好啊，也不错哎，这个底盘 OK 的，底盘隔音都可以。总结这台车，我觉得几个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啊，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它的起步真的是属于比较反应真的比较慢啊，它的加速感真的不明显，而且很容易会让驾驶者有忽然想要加速啊超车的时候，然后你把你的油门踩下去以后会有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蛮明显的哦，就跟那个每次女生出门是不是化妆都要很久，然后老公等得不耐烦啊，你刚刚不是说20分钟啊，现在都已经快一个小时了，你到底好了没啊？老婆就讲了，那你每次都说要死我，我到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男人年纪到剩一张嘴就是这样？为什么讲到这边？力不从心。哦，对，真的会力不从心的感觉啦。哦，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这个稳定型的，你也不习惯常常在想要换车道啊、超车啊等等。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下班我就会陷入一种我只想要跟着前面那一台车，然后维持一定的距离，然后慢慢回家的那种模式。好，下班嘛，心里沉淀一下，所以会有那种状态，是今天不想要开快车，圣人模式啊之类的。你、欸、看那么一台，屌，有没有？后面有一个屌，你们啊，屌，开这个车就是屌，好不好？好啦，反正你如果是那种顺顺开，然后你又刚好是一个家族比较大家族有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车真的可以。像刚刚我们试三排座椅，你要坐三个大人，而且是身高比较高的大人，其实蛮局促的。但是如果是小孩子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是小朋友应该会是舒服。可是他其实以他的这个 size 啊，同级车里面轴距不算长的哦。最长的是哪一台啊？是不是 RAV4 啊？你再去查一下数据啊，是 RAV4 还是 CRV 啊？我忘记了。我两个都讲，那你就剪一个就好了。所以其实它开起来在市区也不太会有什么压力，底盘设定真的是还不错。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的价钱，2020年的 Outlander 哈、哦、尊贵型，好、哦、新车价钱是110点多。那2020年跑372，刚刚360几，妈的，现在变372，我们出售价格好像是89万吧？那我们收进来价格应该也是在80出头万。那这样跟新车差多少？89等于跟新车差25万左右，蛮便宜的，我自己觉得啦。我换一个角度想啦，好不好？你今天一台车，你买新车，对不对？借你朋友开370公里，他开了370公里以后呢，车还给你，还给你25万，好赚啊！不借吗？借不借？借啊，好像不错啊，不能撞到哦，你撞到我不要哦。好，大家契约讲好嘛。好啦，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次这种家庭的休旅车哦，七人座的 Outlander， 我真的对这个七人座非常的好奇，因为这个同级车，照道理来讲，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要卖的不错，因为这个同级车里面很少有这样的七人座，而且这样的七人座是真的可以用的七人座，不是那种只坐两张板凳给你就说我是七人座的那一种。那这个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按导赞的都导阳哈、哦，家里马桶都爆炸。哦，或者是这个你在外面上厕所的时候拉完拉肚子拉完以后才发现厕所没有卫生纸，好不好？下次见，拜拜，订阅哦。
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嗯。哎，你没有姐姐哦。我妹妹。妹妹的老公叫什么？妹夫。对，应该吧。那这个，你以后你去娶你的妹夫的妹妹，那请问一下，到底是他叫你妹夫，还是你叫他妹夫？呼叫，宕机了，宕机了，对不对？对、啊。你叫你妹妹的老公妹夫，然后你又去娶了你妹夫的妹妹，妹夫妹夫，啊，这到底是怎样复杂的关系？你跟我讲。QTR 聖戦、静か論、七海八曲拳。妹夫妹夫